欢迎回到频道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畅销的户型，目前新的地块刚开出来呢，就抢的只剩下三个地块了，如果感兴趣的请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卖方选对位置很重要，这个户型呢从28万现在涨到了36万，放出来不到一个月全部都卖光了。这个户型目前只剩少量，后面还会再开新的地块，每个地块开出来呢都是一期比一期贵，目前也有其他的户型可供选择。这小区呢位于 Kitty 的南边，是性价比最高的社区，房价呢一直在涨，地税是 3.09， 物业管理费是1250一年，学校是七分的。如果喜欢这个位置，喜欢这个价格的话，看到的时候要买总是不会错的，不要跟前面价格低的比，时光不可倒流啊，抓住当下的机会吧。如果感兴趣的请添加我的微信索取更多详情。Thank you.